们，我们已经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，您将在三号候机楼等您手续。温哥华与北京的时差为15小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:20，机舱外的温度23摄氏度，73华氏度。飞机还在跨行一段距离，在安全带指示灯熄灭以前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在座位上耐心等候。在此期间，请不要打开手机。下机时，请小心开启行李箱，以免行李滑落。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旅途再会，祝您在北京愉快，再见。